看完了胡英的英姿飒爽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届航展上另外一大明星战机苏三五。苏三五呢，被称为是史上最强的俄制战斗机。6年前，苏三五的模型才第一次在航展上亮相，而今天苏三五的真机就已经翱翔在蓝天当中了。我们下面就一起到苏三五单机特技飞行表演的现场去感受一下。好，现在开始加力。将会进行非常短距的这样一个起降，6秒钟离地，收起落架，立即加力，立即进行大仰角的发射。变压发动机的这个尾喷管都是紧紧的缩在了一起，这应该是它把油门推到顶了。拉起直接做了一个急走动作。现在变向。回到反方向，又做了一个垂直侧转，做了一个横滚动作。快速的调整，快速仰翻这个270度。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转半径非常短，非常小，非常小。现在可以看到这飞机像上面有一根绳细流一样在原地旋转。这应该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像失速的这种进入失速螺旋的这种感觉。现在再次的拉起，直插蓝天。这是一个在空中类似于像点了一个头，先把机头拉压下，然后再立刻再抬起。都说苏三五的机动是超级机动啊，因为在北约代号里，它的名字叫做超侧位，是苏-27开始的侧位家族当中的，应该说最先进的一款。它在仰翻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好像那个垂尾就像一个圆点一样啊，围着圆点在那个仰翻转仰翻。